太极拳是我国古有的一种拳术，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在我国众多的太极拳流派中，陈氏太极拳是最为古老的一种，其他各派太极拳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。太极拳是明朝战将陈王庭所创，陈王庭在家传拳术的基础上，吸取了当时各家优秀拳法之精华，结合气功、导引、吐纳以及中医经络学说和中国古典哲学易经的阴阳学说，创造了太极拳。陈氏太极拳以其刚柔相济、快慢相间、蹿蹦跳跃、
松柏弹抖的特色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练习陈氏太极拳可以防病治病，延年益寿。经常练习陈氏太极拳有益于心脏、血管和淋巴系统的健康，可以增加呼吸机能，扩大肺活量，促进消化功能和体内物质代谢，还可以加强肌肉、骨骼和关节的活动，可以使意识、动作和呼吸三者同时协调的运动，提高人们的反应能力。陈氏太极拳不仅在医疗保健方面有着明显的效果，它在防身、自卫、技击方面也有着极高的价值。陈王庭在创造太极拳的同时，还创造了以练习技击为目的的双人推手法。他在练习太极拳套路的基础上，以棚捋挤按、踩裂肘靠为中心内容，在粘黏连随的基础上，将抓拿摔踢打跌融为一炉，内外兼修。练习陈氏太极拳到上乘功夫，周身气血运行，体内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劲，可达到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擒拿制打随心所欲。温和时可以使人毫无痛处而翻跌出去，猛烈时可使人如受巨浪冲击，五脏竭裂。除了人们常见的太极拳术外，还有很多太极器械，如单剑、单刀、双刀、枪术等。这些器械的练习都以拳术为基础。Thank you.
这部世传陈氏太极拳术，就是教练陈氏太极拳套路以及陈氏太极拳的技击方法，陈氏太极推手的。本片承陈氏太极拳第十九代传人，河南省武术馆教练，中国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太极拳学校校长陈正雷老师演练并讲解。陈正雷老师八岁习拳，深得家传太极拳之奥妙，功夫极为深厚。他多次在国内外太极拳比赛中获得冠军，并多次去国外传拳授艺。首先学习练功的基本方法，手型。陈氏太极拳的手型分三种，第一种掌，要求四指合拢，大指微开，小指与大指有相合之意，掌心要虚。第二种拳，要求四指弯曲，大指压在弯曲四指的中间。第三种勾手，要求五指合拢，手腕自然弯曲。预备式，两脚距离比两肩略宽，脚尖微外摆，屈膝松胯，含胸塌腰，立身中正，两臂自然下垂于身体外侧，手心向内，头自然正，二目平视，唇轻合，齿微闭，舌尖抵住上额，足指抓地，涌拳要虚。站桩，两脚比预备式开步略宽，双臂在胸前环抱，手心向内，两指尖相对，松肩沉肘，一手丹田。其他要求与预备式相同。缠丝劲的基本训练。陈氏太极拳是一种螺旋缠丝式的伸缩旋转运动，缠丝劲是构成陈氏太极拳的核心，贯穿于一切动作过程的始终。缠丝又分为顺缠、逆缠，凡身体各部由内向外转为顺缠，由外向内转为逆缠。逆缠，顺缠，逆缠，顺缠，第一种，正面缠丝。正面缠丝又分为单手缠丝和双手缠丝。右手单手缠丝，开步约八十厘米左右，重心先在右腿，左手叉腰，右手出掌伸于右前膝盖上方，腰左转，右手向下随重心左移顺缠，然后上升，手心向外翻转逆缠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为一拳。左手单手缠丝与右手相同，
双手缠丝，做三边状，右手下沉顺缠，重心在左，然后左手下沉顺缠，右手上蓬逆缠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然后左手上蓬逆缠，右手下沉顺缠，重心由右向左移，身向左转为一圈。第二种，左右反掌缠丝，开步与正面缠丝相同，右手置于右胸前侧，右膝上方，左手置于左腰间，右手逆缠下捋，左手由后向前画弧，然后左手逆缠下捋，右手由后向前画弧，左手后捋，重心在右腿，右手后捋，重心在左腿。第三种，双手缠丝，成预备式，两手上蓬后捋，左腿上步，两手上蓬后捋时，重心移至后腿，一手顺缠，一手逆缠。上右腿方法与上左腿相同。基本步伐练习，基本步伐分五种：一、前进步；二、后退步；三、左开步。五、中定步伐。现在我们就来学习陈氏太极拳套路。陈氏太极拳套路共有74个式子。预备式，金刚倒对，两手上升与肩平，身体慢慢下降，随身体下降，两手按至腹前。身左转，重心在右，两手捧至左前方。身右转，重心左移，两手向右后捋，
右足尖外摆，重心右移，提左腿上步，两手上捧，重心左移，左足尖外摆，左手逆缠前捧，右手顺缠至腹前，左手收至胸前，右手领右腿上步，虚脚点地，右小臂与左手相合，右手变拳，左掌下沉，右拳落于左掌中，右腿随右拳屈膝提起，落拳震脚。碗扎一，右拳变掌上横，左掌逆缠下按，身左转，重心在右，两手左右滑弧交叉于胸前，重心左移，右腿向右开步，身左转，重心右移，右手顺缠上横，身右转，右手逆缠至右膝上方，指尖高与眼平，左手逆缠下沉叉腰。六风四地，左手逆缠至胸前，与右手相合，重心左移，身左转，两手捋至左腹前，重心右移，身继续左转，两手上升合于右肩前，身右转，左脚收于右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双手向右前下按。单边，两手顺缠，右手五指合拢内收，身右转，身左转，右手逆缠成勾手至右前方与肩平，左手置于腹前，提左腿向左开步，重心在右，重心左移，左手逆缠上捧至右胸前，身左转，左手画弧至左膝上方与肩平，金刚倒对，身左转，重心在左，右手变掌顺缠与左掌相合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两手左顺右逆缠向上后捋，身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左脚尖外摆，左手逆缠前捧，右手顺缠至身右后，其他动作与第二式相同。白鹅亮翅，右手上捧，左手下按，身左转，退左步，左脚点地，两手画弧交叉于胸前，重心左移，退右步，右脚点地，重心右移，左脚后收，脚尖点地，两手双逆缠，右手上捧，左手下按。斜行，身左转，右手顺缠至面前，左手逆缠至身后，身右转，右手逆缠下按至右腿外侧，左手顺缠上升至面前，右脚尖微外摆，提左腿向左前开大步，两手上捧，身体下沉，重心左移，身左转，
左手经左膝下变勾手提起与肩平，右手合于胸前，身右转，右手逆缠至右前方与肩平，搂膝，两手顺缠下合至左膝上方，身下沉，重心右移，两手上捧收至胸前，左腿收回，脚尖点地，奥步，身右转，两手双逆缠向右下捋，左腿屈膝提起，左腿上步，左手前捧，右手合于右肩前，重心在左，提右腿上步，左手向下向后画弧，右手前捧，重心右移，提左腿上步，右手向下向后画弧，左手由下向上画弧至胸前，斜行，重心左移，身左转，左手向下经右膝下变勾手提起与肩平，右手合于胸前，身右转，右手逆缠至右前方与肩平，搂膝，两手顺缠下合至左膝上方，身下沉，重心右移，两手上捧收至胸前，左腿收回，脚尖点地，奥步，身右转，两手逆缠向右下捋，左腿屈膝提起，左腿上步，左手前捧，右手合于右肩前，重心在左，提右腿上步，左手向下向后画弧，右手前捧，重心右移，提左腿上步，左手由下向上画弧，与右手合至腹前，眼手红拳，身右转，重心略左移，两手逆缠下分，重心右移，右手变拳收至右腰间，左手为掌置于胸前方，身速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右拳逆缠向前发力，左肘顺缠沿左胁向后发劲，金刚倒对，身略左转，右拳变掌顺缠下沉，左手逆缠合于右小臂，重心右移，身右转，右手逆缠上横，左手逆缠下按，左脚尖内扣，重心左移，两手左右画弧，左手与右小臂相合于胸前，右脚收回，脚尖点地，以下动作与动作二相同，撇身锤，两手成掌，掌心向上，左右逆缠分开画弧交于胸前，右腿横开一步，身左转，重心左移，两手向左上方横出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右手从右膝上画弧至身右后，左手由左向前画弧至右膝上方与脸平，身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左手从右膝上方画弧至左腰间叉腰，右手自身后画弧至左膝上方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右手变拳逆缠上横至右额前，身体左侧为逆缠，眼睛左肘间看左脚尖，青龙出水，
身右转，重心左移，右拳由右额前顺缠下沉至右腰间，左手变掌顺缠至身体前方。身速左转，重心右移，右拳逆缠向右膝前下方发力，左臂顺缠，左肘向左侧发力，双推手，右拳垫掌，左手逆缠与右手相合，身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左脚尖外摆，两手下捋，右脚向左前方上步，身继续左转，重心右移，两手向上合于左肩前，身右转，左脚收于右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两手合力前推，肘底看拳，身左转，右手逆缠下沉，左手逆缠上横，左手顺缠画弧高于头顶，右手顺缠至左腹前，右手变拳，拳心向内，左肘随身下沉与右拳眼相合，倒卷红，身右转，右拳变掌逆缠上合于右肩前，退左步，左手逆缠后捋，右掌前推，重心左移，左手上升至于左肩前，身右转，右手逆缠后捋，左掌前推，三四两个动作与以上两个动作相同。重心右移，退左步，右手经右后画弧向上向前与左手相合，白额亮翅，左手向上画弧与右手交叉于胸前，左腿退步，重心右移，身右转，左脚收回，脚尖点地，右手逆缠上横，左手逆缠下按，目向前视，斜行动作同第八式。闪通背，身略左转，右手与左手相合，重心右移，身右转，两手下捋向右捧，左腿收回，脚尖点地，身左转，左手逆缠上捧，右手顺缠向下与左膝相合，身右转，重心在右，提左腿上步，右手收于右腰间，左手变勾置于左身后，重心左移，身左转，
右掌从右腰间向前上方穿出，身速右转180度，提右腿，双手为掌经头上画弧向下交叉合于腹前，右脚正脚落地，左腿向左前开步，眼手红拳，动作同时四式。六风四臂，右拳垫掌，左手从左腰间画弧与右手相合，身左转，左脚尖外摆，两手向左下捋，提右腿上步。以下动作同第四式。三边动作同第五式。云手，右手变掌，沿弧线下沉至腹前，重心右移，身右转，右手逆缠至身右侧，指尖高于眼平，左手顺缠至腹前，重心左移，身左转，左手逆缠至身左侧，指尖高于眼平，右手顺缠至腹前，右脚收于左脚内侧为并步。重心右移，左脚向左开步，左手顺缠至腹前，右手逆缠至身右侧，指尖高于眼平。以下动作与前面动作相同。高探马，重心左移，身先右在左转，右腿收至左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两手左右画弧交叉于胸前，右脚提起向右后退步，两手双逆缠，左上右下分开，重心右移，身先右后左转，右手顺缠上合于右耳下，右脚尖内扣，身左转，左脚收回，右脚继续内扣，右掌向右推出，左掌顺缠收于腹前，右擦脚，
身微右转，左手逆禅，走上壶与右手相合，身左转，两手向左下捋，左手向左向上画弧，与右手交叉于胸前，提左腿与右腿盖步交叉，重心在右，身下沉，重心左移，两手逆缠上蓬至额前，踢右脚，两手上分下合，右手拍击脚面，左擦脚，身右转，右脚外摆落地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两手蓬至额前，踢左脚，两手上分下合，左手拍击脚面，左蹬一根，身左转，左脚尖落地，两手交叉于腹前，两手先分后合，变拳于腹前，左腿屈膝提起，身下沉，左脚向左侧平蹬，两拳分别向左右发力，前趟奥步，左脚向左迈步落地，左拳变掌下沉，右手合于右肩前，重心左移，身左转，提右腿上步，左手画弧至左身后，右手向前捧出，以下动作同第十式。击地锤，身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双手变拳，左拳下沉，经左膝画弧上提与肩平，拳心向下，右拳经右耳旁向前下栽拳，踢二起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右肘向右后上横，左拳逆缠下沉至左腿外侧，身继续右转，重心左移，右脚收回，脚尖点地，右拳顺缠下沉至右腿外侧，左拳顺缠上升至左额前，身右转，重心移至右脚，左拳前伸，右拳后伸，左腿踢起上撩，右脚跳起上踢，右手拍击右脚，左手变掌上撩，护心拳，右脚落地，两手下沉，提左腿向左前迈步，两手经身前上蓬后捋，重心左移，两手继续后捋，走下弧向左上蓬，右脚收回至左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右腿向右后开步，两手向左上横，重心右移，身右转，右手下沉，经右膝前转至右腿外侧，左手经左耳转至鼻前中线，两手变拳，左拳下沉至腹前，右拳上提至右肩前，身左转，两拳顺缠蓬至胸前中线，旋风脚，身先左后右转，两拳变掌，先向左后向右上捋，身先右后左转，重心左移，两手向右向下向左上蓬，右腿屈膝提起，右脚外摆落地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重心在左，
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两手捧至额前，身右转，左脚踢起素里合，左手击左脚内侧，两手交叉于腹前，右蹬一根，两手上捧下分，左脚向左开步，重心左移，两手走下弧，交叉于腹前变拳，右腿屈膝提起，两拳微上提，身下沉，右腿向右平蹬，两拳向两侧发劲，严守红拳，两拳变掌下沉，身速右转，右手提起走上弧，向身右侧斩首发力，左手向左上撩发力，右腿震脚落地，左腿向左前方迈步，两手交叉于腹前，以下动作同十四式。小琴打，重心左移，上右步，脚尖外摆，右拳变掌，顺缠里合，左手逆缠合于右小臂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右手逆缠外捧，左腿屈膝提起，左腿向左前开步，左手逆缠与左腿同时下开，右手逆缠上横，身下沉，重心左移，左手逆缠上横与胸平，右手顺缠至左膝上与左手相合，身右转下沉，重心右移，两手沿弧线向上合于胸前，身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左手上捧，右手前推，抱头推山，身左转，收右腿，右脚尖点地，右手顺缠与左手交叉相合于左胸前，身右转，左脚尖内扣，两手顺缠捧于胸前，身下沉，两手顺缠下分，提右腿向右前开步，两手逆缠走上弧，合于两耳下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两手合力前推，六风四臂，动作同第四式。单边动作同第五式，前招后招，右手变掌走弧线下沉至左腹前，
重心右移，右手逆缠上横，左手顺缠下合于右腹前，左脚收至右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身下沉，提左腿向左前开步，脚跟内侧着地，脚尖上翘里合，两手上横，身先右后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左手逆缠上横，右手顺缠下合，收右脚于左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身右转，右手逆缠向右上横，左手顺缠向右下合。野马分鬃，身左转，左手逆缠上横，右手顺缠下合，提右腿向前上步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右手逆缠上横至额前，左手顺缠下合于左腿外侧，右脚尖外摆，身右转，提左腿向前上步，身先右后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左手逆缠上横至额前，右手顺缠下合至右腿外，六风四臂，身微左转，右手顺缠上托与左手相合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左顺右逆缠向右下捋，身先右后左转，左脚尖外摆，重心左移，两手右顺左逆缠上横画弧，转左下捋，提右腿上步。以下动作同第四式，单边动作同第五式，玉女穿梭，身左转，右手垫掌下沉，与左手交叉于腹前，右脚收于左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身右转，左脚尖点地，两手上蓬下沉，立掌于胸前中线，身下沉，两手逆缠下按，两手顺缠上领，提双脚跳起，正脚落地，双手同时逆缠下按，两手顺缠上横，右腿屈膝提起，身速左转，右腿逆缠前蹬，右手逆缠前推，左臂逆缠向后发肘劲，右腿跨步落地，左腿速向前跃出，左掌迅速推出，右脚擦步，速向右转，重心在右，右手上蓬，左手下按，懒扎一动作同第三式，
六方四壁，动作同第四式。单边动作同第五式。云手动作同二十七式。摆脚，身先左后右转，重心左移，两手走下弧上棚变后捋，摆至身右侧，身先左速右转，提右腿向左上挂弧外摆，两手由身右侧向左与右脚面相击，跌叉右脚正脚落地，两手变拳交叉于腹前，提左腿，脚跟内侧铲地滑出，两腿铺地，右拳逆缠上提高于头顶，拳心向前下方，左拳顺缠下沉于左腿上方，拳心向上，身先右后左转，用裆内螺旋镜上冲，左拳上冲与下合平，右拳上冲合于左拳内侧，右腿提至左腿内侧，脚尖点地，金鸡独立，两拳变掌逆缠，右掌上托，力打掌根，左掌下按，右腿屈膝提起，右脚扣于裆内，右脚正脚落地，右掌随之下按。
两手自右沿弧线向左上蓬，右腿向右开步，重心右移，左手合于胸前中线，右手合于右腰间，左脚收于右脚内侧，左掌逆缠上托，右掌逆缠下按，左腿屈膝提起，左脚扣于裆内。倒卷红，伸右转，右掌先顺缠画弧上升，便逆缠合于右肩前，退左步，左手逆缠后捋，右手前推。以下动作同二十式。白鹅亮翅，动作同二十一式。斜行，动作同二十二式。闪通背，动作同二十三式。严守红拳，动作同二十四式。六风四壁。
动作从25式。单边动作同26式。云手动作同27式。高探马动作同28式。十字脚伸左转，右手顺缠下沉至胸前中线，左掌逆缠合于右小臂。伸右转，重心左移，右脚尖外摆，两手逆缠上横，重心右移，提左腿向左前上步，左手逆缠，沿下弧向左前按，右手逆缠上横，重心左移，左手上升置于鼻前中线，右手下沉置于左肘下。提右腿向左画弧上摆，左手逆缠下合拍击右脚面，指当锤。伸右转，
右手上提画壶，向下斩手至右腿外侧，左手上撩，右脚正脚落地，左脚向左前迈步，两手交叉于腹前，动作三四同十四式。身速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右拳逆沉向前发劲，左臂顺沉向后发肘劲，猿猴探骨。身先右后左转，重心右移，两拳顺沉上提下沉，左脚尖外摆，重心左移，右拳向右前上空，同时右腿屈膝提起，左拳置于左腰间，右脚向右迈步落地，身左转，两拳变掌向上合于两耳下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两手合力向右前下按。单边动作同第五式。雀地龙，身左转，两手变拳，右拳顺缠走下弧，左拳逆缠下沉，合于左膝上方。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右拳逆缠上提，左拳顺缠下沉，两腿呈扑步。上步七星，用裆内螺旋力，左拳向左上方冲拳，右拳走下弧上冲，与左拳相合，脚尖点地，两拳交叉旋转一周，变掌下沉。下步跨虎，右腿向右后跨一步，身右转，双手逆缠，左前右下分开，转身摆莲，重心右移，两手顺缠，左下右上合于腹前中线，呈侧掌，左脚收于右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身右转，左脚尖为轴，脚跟外摆，重心左移，右脚尖外摆，左手逆缠下按，右手逆缠上棚，重心右移，身右转，左手顺缠上棚，领左腿前摆上步，身右转，重心右移，两手后捋下沉，摆至身右侧，右腿提起向左向上外摆，两手向左合击右脚面，当头炮，重心右移，两手下捋，变拳置于腹前，身体下沉，身速左转，重心速右移，两拳向前发劲，金刚倒对，两拳变掌后捋，重心右移，身右转。以下动作同第六式。收势，
两手上分下提，身下沉，两手下按，身体慢慢站起，两腿并立。现在请陈正伟老师完整的演练一套陈氏太极拳。
我们已经逐式学习了陈氏太极拳的全部动作，现在我们就请陈正雷老师教练陈氏太极拳的五种推手法。碗花，碗花分为单手碗和双手碗。单手碗，两人相对站立，距离为两米左右，同时出右腿右手，手腕相搭，左手左腿的动作与右边相同。平原，
双首版。双首版分为里传、外传。左传、右传。无论何种传法，皆以腰为主宰，裆内虚实变换，双手缠绕不断，不顶不抗。并不推手，两人同出右脚，双手搭在对方小臂外侧，右手手腕相搭，左手搭于对方右肘上。进一退一，两人相对，甲出右腿，乙出左腿与甲右腿外侧，两人同出双手搭于对方右肘及右腕。
大吕。大吕的手法以进一退一是一样的，只是两腿铺地盘旋。花脚步，花脚步的手法与进一退一是一样的，步法灵活多变，双方在听进中随意走动，根据场地情况任意变换。Thank you.
陈氏太极拳学以致用的途径，是通过陈氏太极推手的训练。推手就是两人搭手，互相缠绕，运用太极拳运劲如蚕丝的独特锻炼方法，根据粘黏连随、不丢不顶、无过不及、随屈就伸的原则，运用捧捋挤按、踩裂肘靠八种方法和劲别，来练习全身皮肤触觉和内体感觉的灵敏性，以探知对方劲力的大小、刚柔、虚实、长短、时速和动向，发挥引劲落空、趁势借力、以轻制重的技巧制服对手，或将其发出而跌倒。现在我们已经学完了陈氏太极拳及其推手法，通过坚持不懈的锻炼，你一定能够获得强壮的体魄、充沛的精力，并达到太极拳的最高境界，人不知我，我独知人。如遇劲敌，则内劲促发，如迅雷裂风之摧枯拉朽，孰能挡之？